两个字。僵尸、鬼、见鬼、见鬼了。僵尸。两个字，两个字。僵尸。哎，那是什么？尸体。哦，还没有。僵尸。啊啊啊！哎，那个贞子，贞子。贞子。哎哎哎哎！哦哦，对啊，被电了，被电，真的被电了，电一次，哎，怎么？真的被电了，僵尸啊，凶行，这什么啦？OK， 哎，马蹄太难了啦，鬼贞子。好聘这个好像不要放弃了，这个是那个僵尸嘛，僵尸鬼尸体，鬼那个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丧尸哦，黑白罪那是人配，好好，来你们见，哎，太成功啊，太，没问题。你这辈子都输在艾莎的手里。没有。不要站着，不要站着。你是你的，你的方式啊。不能在同一个杯子哦，不能掉进同一个杯子哦，一杯一颗，不能靠到那个盆子哦，不能靠到，啊，用力的吹一下，不能靠到那个盆子哦，好，对，好哎，快点快点，回去吧，对，你值得丢，你值得丢，你值得，我要攻上去，嘿，不是，就抛了。好好，给好。我丢，我跟你讲，你讲，我丢给你，我丢给你。你接。一好，好戏。一，这个算吗？快，快叫，go！数码赛第一回合，预备。准备。现在可能往那边吹一点，要往下。大家留着，大家留着。哎呦！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进去！不要等！进去！你不要等，就一直吹！你不要等，就一直吹！艾莎，你停下！艾莎那边！不是你！有了！艾莎，你就一直吹，你不要！对。不好，不简单的，其实对啊，蛮难的。你把它吹走。可以。有一颗啊，那太快了，不能太快了。对，哎呀，对，哎呦，没撞到，撞开。哎，不要撞那个，没事。下一个。来了，进去没有眨眼。谢谢。进去。他两颗。每次有机会哦，有机会。好，那我就可以吃了。
十二你就是要拍，懂了吧？对，懂。那十三呢？不拍啊，就看十三。拍呀，有十三，有三，白敲。到你好，来来，你就。来，我们先练习练习。我从二八开始哦，二八。二九。三一。三一就是要拍呀，哦。三十哦，所以只有三十一、三十二，全部都拍，从三十拍。现在到哪里？所以你要算嘛。我来来来来来，我三十。OK 了。四十。三九啦，干什么？完蛋嘞！一二四五七八十十一十二。没有哦，对，没关系，就是你三十四十二，对，你真的不行哎，你被红队说，哎，他真的不行哎，哎，宪哥，你平常教我们智障，我一定觉得就立抗到底，这一次是真的智障，这次是真的智障，我这超强，我也可以，你刚刚有 OK 吗？当然啦。为什么不行？大自然力量灌输我的。我跟你讲，华秋，你不用讲了啦。如果他没有最底线要压我，我一个都不会给你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也这么想。这我真的不行，我在外面也玩过一次，输惨了。我那天超醉了。中华来了，爸爸也是，爸爸也是。对啊。哎，我觉得我可以，我觉得我可以。那我们一样，我们一样。八。谁？上一局的三，三局的六，不差三个，不差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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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，太久不能太久吗？对对，太久就挂了。对，可以提到等一下下午。对呀、啊，好，二六，二八，二九，到哪里了？四十，十一，四十二，十一，四十二。不要倒霉的会，倒霉，是不是有？